可以买很多吃的东西，因为我很爱吃。未来是完美的脸，我不会哭，继续微笑，选择把对你的爱寄向远方，决定说再见。今天将会是最后一天，最后5秒、3秒、2秒，我去了。连续两位参赛者都遭到淘汰，下一位参赛者能够过关吗？想要得到100万，因为我要跟我妈妈一起分享那100万。妈，我爱你。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。很抱歉没能过关，而且也没有办法有加分题的表现，再次谢谢你来参赛，谢谢。我原本想说可以拿到100万，然后跟妈妈一起分享，因为真的很需要钱，但是让支持我的朋友跟家人失望，觉得对不起，我以后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目前为止都没人能够过关，究竟第一位入选者何时出现呢？个人的才艺非常重要。从你的黑色幽默，想中却又在靠到我，说山你想喝酒了吧？最后5秒，我不想想。关有没有加分题？哦、OK， 我有加分题，然后我唱我自己写的歌。介绍一下你自己写的歌歌名。这首歌的歌名叫《方向》。爱你爱的失去了方向。孩子们被哭到了，恭喜过关，谢谢。才唱到第二句，刚刚好像你吉他和弦才弹下去，就有一位评审又马上给分了，说郭哥有话要说。你刚刚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眼睛完全是闭着，闭着不代表你就很投入感情，那你第二首自行创作了，你终于眼睛张开了，我觉得有信心了，越唱越有信心，更过关了。对，那我们的小潘老师，我相信你应该在餐厅表演过一段时间哦，你应该有蛮多的现场演唱的经验才是。其实已经唱了16年有了。是，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，你今天的表现是很不好的。对，我知道。可是我相信在座的评审都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一定要更努力，好吗？不会，谢谢。而且他才27岁嘛，我们在歌坛，餐厅唱了16年。对，中间因为家境的关系选择别的工作，但是始终没有间断创作这样子，因为灵感特别多，所以也常常写出很多的歌。哦，16年怎么会来参加比赛？其实这16年当中也有参加一些各式各样的比赛，都是以乐团或是音乐为主。那这一次能来其实也是朋友介绍啊，然后他说没关系，就试试看。再讲我要哭了，他的语调。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作品这样。好的，加油，继续努力，谢谢。没想到有一些状况突如其来，所以很多状况是没办法自己拿捏的，所以还是要不管怎么样，再好的个性一定会让自己更好更好。你为什么想要得到100万？因为家用，然后把整形。
直都在，你从来就不曾离开，一直深深相信，就算分开，我们的爱仍在。其实你一直都在，常在我的心里陪伴，我一直在期待你有一天回来。倒也没有过关。好，有没有加分题？我要唱台语歌。你可不可以边唱台语歌边走路，从这边后面走上来，配合你走路的姿势，然后唱台语歌，就像你刚刚出场那样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台语歌哪一首？王世贤的《爱到无名不知惊》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！哎，拍鼓啊，吹落去，来。是不是爱到无名不知惊 ？Robot， 听开伤痕才知痛。写完温柔的笑容，是美丽的陪伴。过关。这个问题哦，是不是大部分参赛者的问题？伟忠哥，就是好像第一首都没有选到自己最擅长的。不，你刚刚听着你过关的时候，你吓一跳，你是认为自己不会过关吗？太紧张了。哦，你为什么紧张？因为第一次参加比赛啊。你第一次参加比赛？是。你歌声很好啊。对对对，这个谢谢。哇，很难得的，我们唱片界的两位一代宗师黄韵玲跟袁惟仁，他们都给了两分呢。谢谢。为什么？来，小林老师。没有，他的声音的那个特质很好，然后很浑厚，其实辨识度也够，虽然他有一点点接近马兆骏。对对，可是就是真的要老实讲，就是外形。走路姿势要不要改一下？外形很好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说要找到对的歌路。好的，在这边恭喜你，生平第一次比赛就过关了，恭喜。我的外形跟其他参赛者比较起来，就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我很努力。如果我得到100万的话，会想要出一张唱片，来对我未来有帮助的事情。将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劈腿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漠视我的泪，明知道恭喜过关。我说小左啊，也不枉费桃子姐姐穿高跟鞋在那边站了大概超过200分钟，她算是我们这个近60位来第一位这样子哦，一下就是第一关就过的耶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在唱片组发生了歧见，小林老师给2分，然后袁惟仁非常嫉妒的不给分。袁惟仁，我觉得他真的还蛮有偶像的。OK， 那个潜质、潜能，我只能就声音的部分稍微驳回一下，因为声音太像李圣杰了，找不到自己的个性跟辨识。这部分一定要再加强，好吗？好，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你几岁？16岁。16岁啊！我觉得难在，假如16岁的小孩能够，老师给你一个最人生歌唱界最重要的一个意见，你开始去找自己的特色。嗨，过关了哈！那你对今天的表现打几分？对自己？几个表现？有几个就好，要求这么低哦？因为还没有特别满意。还没有特别满意，但是你还是闯关成功。对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超级星光大道 Part 2。从小国小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就会边走边唱歌吸引路人的注意，我就是想要当歌星。就这样被你